书好多啊。哎，老板，我今天打算好好的买一买，好久没有买书了。没有更选，我今晚看拢是人赏的，所以总算有一个机会我自己来选书。这个我也想看，一直都没时间出来买。我一向都只买历史书，我差点念台大历史系跟考古系。文学类的书怎么喜欢看吗？我看小说。而且越长篇越好。越长篇越好。看过几十篇。哎，老板，要算账了。纸上旅行，过年比较纸上旅行，这种看着会伤心，反正不会啊，不会啊。老板，你讲这个我们都不好意思。你有电子计算机啊？来，阿伯，我给你省了，我来算。我刚刚刚刚你要把钱，你我给他点两斤了。没事。那他是有逛书店的习惯吗？他很爱看书。小时候，我从小学一二年级就开始逛书店。对啊，我每一年的儿童节都到书店去过。对，我们也是在书店成长长大。艺术史，老板，你要不要贴我的？要。我高奖都贴你的。感谢。老板不太愿意哦。